请每组分别前往密室，验证你们是否是真命搭档。怎么突然这么安静？给小闪一下。哎呦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哪呀？啊？你们不是真命搭档，差不多是。你们不是真命搭档。非常可惜，到目前为止没有一组搭档验证成功，你们只能暂时和玩偶绑在一起行动。快去寻找钥匙吧，开启你们的宝盒，确认彼此的真命搭档并找到对方。如果一小时内所有人被带刺的玫瑰斩断玫瑰藤，信物和奖赏都将落入他手。注意，不能在一个地方停留超过三分钟，否则你的位置将被暴露。这是哪儿？这是。啊！天哪！哟！怎么变这样了？哎呦！哎！开始。恭喜你集齐玫瑰能量，这是你的能量武器，请带上它行使你的权利。哇，对对，是个戒指。今天我一定可以淘汰所有情侣，淘汰所有情侣，必须得赢啊！他们要打开我手上这个盒子，我打开了这个盒子之后，我就知道我的身份了。我的真命天子，他是个 office lady 吗？这怎么有榴莲味啊？我觉得我挺能找东西的，怎么就没找过呢？哎，钥匙会不会在这里面？黑人，你知道吗？好帅啊！干嘛这样？这么严肃？黑人，你知道的，告诉我。好啦，专业的专业的训练，专业的训练，这个不错。我就要找到我的真命搭档。天子，天子找天子，天子找天子，就是真命天子。不要过来，我们假装我们俩已经是我们是一对了。好 ，Let's go。可以。那个地方有一个盒子，里面没有那个。哎，有这样的盒子。小心。小兔兔。哎，有钥匙啊。我们俩在一起走比较安全。有钥匙，有钥匙。怎么可能？真的呀，小兔兔。我刚找了，没有钥匙。有啊。我觉得你的样子就不像是。那这个应该不是，应该是扁平的。所以吗？不然还是把钥匙带走。把钥匙带走。这是哪儿啊？我走不回去了。这是二层耳光室，大家你看一眼，这是专门抽大嘴巴的地方。来这边，谁不听话在这抽挨大嘴巴。耳光室。这么巧，哎呦，咱们俩还怎么一直在我左右啊？对啊，咱们俩还是有缘分啊，真的是。那你拎着是什么东西？给谁开的茶电表去？这是？对啊，就是茶水费。哎，这有一箱子。嗯。这算你看到的，我看到的。没事，你看到的都是你的。一个小钥匙，哟，哥哥，有，这么巧，相会了。因为我刚才那个找到了那个钥匙，这肯定不是我钥匙。开个箱吧，我能用这个。这也不是，不是。当然，你看是不是我的？我看看你的，你给我插一下试试。有是什么？怎么转？是什么？是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
你就是那带刺玫瑰啊！啊，我不是带刺玫瑰，我不是带刺玫瑰。我们看一下，来给录录黄的，它就是那个黄的嘛，黄的吧。哥哥，你这里面找过了吗？我这里面没找过，我先走。对对对。啊，你怕我？那边那边有，那边有，这边有啊。那有有，对对对。不，我先自己找一会儿，不是怕你，我那么相信你。确实是。有哥很警惕我。可不可以把自己伪装起来？房箱子已经被打开了，有没有搞错？第一下就被打开了，离我不到五米的地方，大老师就给我打开了。而且你看啊，这边一上来就两把钥匙，这边还摆了一把。桌上直接摆了一把，那现在我要找女生，找到女生去开他们的箱子。哎，我听见有人声音了，呦呦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哇，吓我一跳！呦呦，还找我？干嘛？干嘛？不是钥匙吗？你冷静，你冷静。我看这个箱子，那什么？看看这个箱子里面，你看，打开看，跟你说有东西，真的。等一下大小就不对，但最起码我知道他。还有一个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你能不能一次性拿出来？这是最后一次了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。女神的锁是有多难开？哎，开了！真的吗？我靠！找到了，我操！给你吧，给你吧。哎，您看什么颜色？什么颜色？谁呀？快！哎，不是的。